主料，椰菜25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糖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之前都是加虾皮炒芥菜的，今天家里没虾皮，那就用鸡蛋点缀一下啊。芥菜皮先切小段，菜叶跟菜梗要分开，鸡蛋加少许盐打散摊成薄片，把鸡蛋薄片切丝，不要太细，炒过热油，蒜末爆香，先把芥菜梗炒香，再下叶子爆炒，加入盐、糖、料酒炒熟，芥菜装盘，把鸡蛋撕盖在芥菜上，鸡蛋里有了芥菜的香味更好吃了。烹饪技巧，加糖可以盖出芥菜的苦味，加适量料酒使菜更鲜美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